麦克报报，小 S 带病跳碧昂斯最红舞蹈，一秒厌世变红豆，大红豆芋头。这小 S 常在社群平台分享日常，除了有破坏力的舞蹈，当然还有唱歌。月亮代表日前，他带着女儿们去巴厘岛玩，展示了45岁职业妇女惊人自制力下产生的巴蒂。原因之一就是他常邀想翔老师到府授课，做大量的有氧舞蹈。花生的，我最爱花生的。你不会吃饭吃的，很好看。这元宵节吃了汤圆，还是要继续跳舞赎罪呢。我也可以形容你，又何必要甩掉你？小 S 年后最新一PO说自己感冒了，还是要跳，显然娘娘有点乏啦。有人看到了阿雅的跨冰进行曲，请看 VCR。三立娱乐新闻，花生的，我最爱花生的报道。